点点我左上角头像旁边的黄色爱心，还有电脑用户右下角直播室通知勾勾。这个麦是给大家跳古风啊，谢谢，感谢你们的小礼物啊，三个。下一位，你再等一会儿了，大哥。来吧，我们先跳一个舞蹈。喜欢我的话，可以点点我们的爱心啊，我们爱心看能不能先往1000点一点。然后喜欢拉的话，把免费的星星花花还有关注点一点，关注马上到300了哟，怎么往400点一点好吧？三个，谢谢。来给大家先跳一个舞蹈。
手，好了啦。古典也风情，你这句话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？手机用户店，手机用户左下角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图标，可以点一点。电脑用户没办法放大，电脑用户只能这样。你说是哪里？我是东北人。对，喜欢我的话可以点点我的关注。手机用户左上角我头像旁边有一颗黄色的爱心，电脑用户右下角时不时通知勾勾可以勾一下。这个麦穗给大家跳风了。我最近瘦了吗？这个裤子怎么这么我最近绝对是瘦了，那裤子已经肥得不要不要了。谢谢。等一下哥哥，你就是953的忠实粉。谢谢。接下来给大家跳一个跳个欢快一点的。街上叫卖的小曲仿佛隔空变换到哪里，一切模糊又清晰，几秒钟的时间感叹不平凡的意义。云落飘起珍珠，在953跑骚是最那个什么，因为可以不断的有美女。继续给大家跳舞了，喜欢我的话可以点点关注，免费的星星花花点一点，我的星星马上1000了，可不可以往1000帮我凑一凑？然后喜欢我的话，免费的花花送一送，然后免费的关注点一点，给咱们关注先往400点一点。对，我不光只会跳古风、爵士、韩舞，还有各种舞蹈我都会哦，不点关注你会后悔的哟。热死，还不能脱，太尴尬。在树下佛手抬袖弹琵琶，风吹悠扬琴声慢慢飘动，吹到了俺家，炊烟一点点升华，山顶落日的彩霞，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点睛的笔画。俺家是老爷爷在往里面练习春国话，柔村对了横烟手指墙头山边的古画，老先生借了我方五寸中水墨丹青，花瓣落地也有声，青瓷砖瓦白日梦，飞到了另一个时空。我想问老先生，只怕想也没有用，青瓷白色一场梦，消去这情意有谁懂。谁家女子在树下俯首抬袖弹琵琶，风吹悠扬琴声慢慢飘动，吹到了俺家，炊烟一点点升华，山顶落日的彩霞，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点睛的笔画。俺家是老爷爷教我一笔练习中国话，柔顺对了横平整着墙头上面的古画，老先生教了我方五色不同色调不同的笔画，还要配上丹青的油画。泉中水墨丹青，花瓣落地也有声，青瓷砖瓦白日梦，飞到了云。
时空。我想问老先生，只怕想也没有用，青瓷白色一场梦，小曲折情意有谁懂。泉中水墨丹青，花瓣落地也有声，青瓷砖瓦半日梦，飞到了另一个时空。我想问老先生，只怕想也没有用，青瓷白色一场梦，消许这情意有谁懂。青瓷白色一场梦，消许这情意有谁懂。看古典舞的宝宝可以再等一下，还有最后一个舞蹈我就可以下去了。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点我的关注啊，咱就腰细，就全身上下也就腰细，哪儿都宽就腰细。谢谢，感谢您的可以嫁人吗？没人娶啊，可是。谢谢，感谢点心的哥哥。这首最后一首歌，我们跳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吧，好吧？跳一首凉凉，真的是凉了，我觉得。对，喜欢我的可以点点关注，三个么么哒。啊，风扇吹得我脑瓜疼。点心打卡没有点关注，咱们点点关注。星星马上要一千了，可以的话往一千多我点一点，什么有一个算一个，好不好？没有送花花的点点花花，喜欢我的话可以点点关注，咱们先往350点一点，太难了，找个关注太难了。来继续跳舞了，喜欢我的直接关注。曾设下这一海景茫茫，